皮肤来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这个皮肤的事儿啊，我跟你们说吧，等吧。你要是实在说这个皮肤怎么还没有，你们就怪我吧，我没什么用，联系不到。如果不点个赞吧，我把你奶给你揪掉，还嚣不嚣张？人家都是运营给联系的，我们咋联系的？那得看我们这边运营呗。运营没有联系方式，我也没办法。你给我勾一个。这机器人是不是？你在干什么？跟我硬哎！好勾，好勾。追踪了，动起来的目标才能。上啊上啊上啊！干哈呢？送我一个瓶呗，没办法，他治疗就是捏这么死。你联系官方了，说猴哥是小主播，那还能怎么整？谢谢南明汉的青叔叔送出的九天云珠。哎呀，不换了。哎呀，出错装备了。勾勾勾 ，Only！ 他还能下当呢？老鼠啊，哪来个好的？居然来了一个好的，他打麻将。打麻将啦！卡莎出什么装备来着？我忘了。我想想啊，好勾，哇，可以。这个勾还行啊。哎哎哎！你想干什么？可以啊。你想干什么？哎呀！你们说我是先进化抠啊？算了，不问你们，应该是先进化抠。我才六级，这要是我单线啊，我们现在已经无敌了。但是我这是双线，所以不是那么很无敌，只能说是凑合地儿。要不闪好了哈，这个怎么整？我估计这把够呛。那边阿卡丽有点飞，我不一定能活得下来呀。先把他下塔拔了，你去帮他去呀。我把下路吃，你去帮他呀。发什么问号？我吃一塔。
果然这英雄伤害是真高啊。南明汉你是一点也不怂。那我9-5我还得怂他一手吗？那他俩人加起来都没我杀的多，但没办法。我单杀。还好我技高一筹，赖军带的，整个影魔刀吧，不行，整个紫炎之力也行啊，这把。我哭尾了，366，哎呦我，还可以啊！阿卡丽12层美甲窃魂卷。我旁边我整个薅着出来呢，阿卡丽12层美甲窃魂卷，直接紫炎之力，一个薅的一个阿卡丽，外加一个火蓝，我一会儿我就1打3。没法上了。那还挺猖狂的。OK， 打大龙，给我打大龙，快来！哎，有点烦，他有个罩。大龙打不掉了，最后一件我整个那啥吧，整个水云吧。凋零，这首凋零是真烦人的。狗头怎么着？完了，葫芦娃救爷爷。纯是一手救爷爷，出个破败好点吧，出啥也没用啊！你得杀这个，得杀这个，得杀这个，还得杀这个，4个人打一个吧，他们。旁边还得有人保我，我这是 AD 呀、啊，这不是上单。就是偷个大龙嘛，过来过来，给我打一手，我扫一下有没有眼儿来。没眼儿直接打。你别跟我说啊，他给我抢了，你直接勾他呀，怕啥呀？哥，你让那女警看见我呀！啊，要个水银，不要水银，那狗头的那个枯萎我解不掉，套上我就死。别跟他带了。
尽力了，确实是尽力了。多帅呀！Hope 老君他还在输出。打他个罩，哇哦，这都能看，伤害太高了，伤害确实是高，但是少人儿啊，就是没有什么输出空间，嗯，没有什么空间给我呀。如果这把你是上单，这把上单游戏已经结束了吧？只能说是上单卡刷。哎，可以，我看看我是出钢铁合计还是愤怒合计。物理吸血，钢铁合计25印性没用，愤怒，钢铁合计还变大了。你们哎，大龙还是我的。游戏结束，杀戮一波。他们家狗头人呢？狗头人，我再试一把啊！我再试你最后一把，我看看你这个枯萎。这回解开了，这回解开了，刚才绝对是有点连扭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很奇怪。看完影片别忘了帮姐姐君点个赞哦。